汪小菲和大 S 离婚后跟女星张颖颖的绯闻就没间断过，虽然汪本人一直没有承认，妈妈张兰也好几次在直播上说乖儿子真的是被误会，但日前汪小菲又被拍到喝醉酒后跟女方十指紧扣，关系真的是扑朔迷离。而最近又有网友发现汪小菲跟张颖颖两人竟然穿同款外套。18日张颖在抖音 po 出一段她到九华三世庙一游的影片，画面中她双手合十正在拜拜，但她身上穿的这件羽绒外套，汪小菲刚好也有一件，许多网友都涌入留言，但没多久影片就被删除了。而这个话题也在微博掀起热议，60万人都在阅读，有些网友不满表示是偷偷在晒恩爱吗？张颖的戏也太多，汪小菲真的是敢做不敢当等等，也有粉丝心疼大 S。之前大 S 被问到汪小菲的新恋情，他也大气回应，对我来说都过去了，我珍惜当下，祝福小菲展现前妻的最高气度。